哎，你仲未翻嚟？盡下人事啊，聽多兩句都好啊，或者又有奇蹟咧。哎呀，仔啊，呢晚已經執好曬行李㗎啦，你不如試下再呃入去留低啦。爹哋啊，唔好俾媽咪走啦。 翻嚟啦，有咩要帮手？冇，系啊，份离婚协议书我签咗，你签埋就 send 翻俾 Martin。好啊，仲有部电脑。 系你送俾我嘅，我留翻俾你用。估唔到啊！嗬？我估唔到，我哋会行到呢个地步。前面仲有好多嘢估唔到嘅，你自己。呢度系，文要你照顾，辛苦晒。点会辛苦？有你睇住佢，我最放心。 同爷爷话先知。妈咪，你唔好走住先啦，你睇埋幅画啊！你等啊，妈咪有电话。喂 ，Wesley， 你到咗机场啊？妈咪啊！妈咪啊！妈咪啊！Wesley， 等等啊！我搵乖啦，妈咪去机场啦，下次先睇啦，好冇？我自己得嘅。我帮你，阿爸。 轻松，都系一句嘢啫。我走啦，你保重。妈咪啊，妈咪啊，我睇翻个 email 啦 ，OK 冇问题，你帮我复佢啊，我哋过到去约佢见面先再倾。 Wesley，你好啊，好啊，添啊，慢慢。妈咪，你睇翻我幅画先啦。好靓啊，你画得好好，你要努力噶。妈咪过到去会打电话俾你噶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咪啊，妈咪啊。喂 ，Wesley， 系，开车唔该。 做乜要咁绝情咧？佢唔系绝情，佢面对唔到。其实你仲有时间可以同佢嚟倾下噶。倾多几句又点啊？你一样要 say goodbye。 书我签好咗，你签埋就 send 翻俾 Martin。仲有部电脑，系你送俾我嘅。
直认为我决定系冇错，但我都好想同你讲一声对唔住。虽然一路准备紧飞去美国嘅事，但我嘅脑海不停咁样谂翻同你一齐嘅日子。15年啊，呢15年，我由一个读 U 嘅傻妹，到做人哋老婆，做人哋妈咪。呢15年，我不得不承认，系我人生最精彩、最灿烂嘅阶段。我都系。15年前，我喺大学听你讲 career talk， 你讲到点样利用科学验证嚟显彰正义，我当时就喺度谂，点解我唔读理科呢？如果系嘅话，我就可以同你一齐做法证。有一样嘢，我从来都冇同你讲过。其实喺我欣赏你讲 career talk 嘅时候，我一直就系你嘅小 fans。你知唔知道一个小 fans 可以嫁俾佢偶像，成为佢偶像最爱嘅女人，系人生一个好大、好大嘅成就。而我人生第二个成就就系生咗文文，我好感恩。文文是上天赐给你和我最大的礼物。我说过，我要用一世的时间好好地照顾她。但我做不到。Sorry 啊，文文，我不是一个好的妈咪。Sorry， 我同我唔知几时开始，我同你喺价值观、喺是非黑白上面越嚟越有分歧。但系我同，对唔住，我选择咗事业，因为我好想有人生第三个成就。当日你嘅小 fans， 亦都好想好似你咁。希望有一日能够成为人哋嘅偶像，但系无论我变成点都好啦，你都系我最亲嘅人，系我最爱嘅女女嘅爹哋。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